法当中。再来关注一下快讯，洛杉矶华资讯网在5月12号的报道，本月大洛杉矶台湾会馆举办台美人传统周园游会及系列活动，其中由美国六贵宗亲会主办的港都风情魅力高雄摄影艺术展将在5月20号展出，让洛杉基的华侨们一睹台湾高雄现如今的风采。活动总召集人冉瑞仪在发布会上表示，他很高兴今年可以再次举办这个活动，也很感谢洪家栋通过这一次摄影展来展现台湾的风土人情，让来访的民众感受台湾的美丽。在摄影展当天，六贵宗亲会还将发放印有高雄美景的明信片。洛杉矶华资网在5月13号报道，备受瞩目的2023凤凰卫视高尔夫